昨晚大嫂徐冬冬来到小杨哥直播间，不仅和大小杨一起示范椰树经典动作，还为小杨哥精致护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冬冬。那嫂，冬姐，夏洛特烦恼里面那个你不知道吗？对，什么？西红柿首富？你看，你看你放了一个音，嗯，队长真可爱，这还叫有肉啊？这个你不商业了，这个一起来一个。 对，看谁能腰能下的再伸一点。我们是这样，但我哎，哦，就这样，我也挺难的。你说我要再吃这些大枣，给我用的，帮我撵用的一下。冬姐给我用一下。可以，真的可以啊。可以，还行了吧，也是啊。是的，首先你先要有心心点点的感觉。有没有心？有。现在我们这个仪式感要开始了啊！你们可以这样。 提一下这个皮，哦，提着这个皮啊，哦，你要不提着，麻是麻的。等会儿，我再。哎，有感觉了，有感觉了，哎，不行了，感觉一下吧，爽爽。就在昨晚，小杨哥带货时邀请了两位女主播舞蹈教学，大杨哥也忍不住加入他们。 当大杨哥还沉浸在和美女热舞时，小杨哥则想用起了冰霜杨梅汁。这给兄弟们来个冰梅汁啊！这个都喝过吧？我立马就吃嘛，我要喝一口。随后，在小杨哥带货杨梅之后，两位美女主播的舞蹈更让网友们直呼过瘾。啊，杨梅汁，看果汁含量啊，果汁含量大于等于60%。这厂家一瓶15块钱一瓶啊，这么贵啊！小杨哥直播间给你们砍下来了啊！ 一瓶，2瓶，哎，这个非常好喝，3瓶，8瓶，多少钱呢？41.9，上台！好有感觉啊，有感觉啊！ 你好有感觉，你看你，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有感觉？我知道，你看，嗯，你这个屁你不知道。不是，我是懂你们在跳一下，看后面的。杨梅汁超市15块一瓶，小杨哥直播间8瓶41.9，五一假期出行喝一口清凉解暑。喜欢的家人们赶紧安排。一共就这么多啊！小杨哥直播时突发意外，把大杨哥的头给扎伤了。起初也以为没有什么事情，小杨哥就继续带货。来，给你们看啊，没想到大杨哥上的如此严重。160就买900克纯牛莲露，估计160元没有，有没有清凉剂的？给你看看啊。 配料表89%，没了，就榴莲169，上车。一个人带货的小杨哥也是心不在焉，一直望向哥哥那边无心带货。这时候有网友说是剧本，接下来被狠狠打脸，被质疑小杨哥也是非常无奈吧。是不是我们在演剧本？给你们看看，没事。哎，过来看看。没有的，也是。对于网友们的误解，小杨哥也做出了回应，但哥哥的伤势也是让他放心不下，坐立不安。 在经过简单的处理后，大杨哥的头又开始冒血了。小杨哥内心也是非常自责，要不是自己，大杨哥也不会受伤。最后，大杨哥也放心不下弟弟一个人直播，简单把刘海放下来遮住伤口，就回到了直播间。这是那个第三个品，你经常我还有兄弟们爆米花，我还爆米呢，爆打电话去叫来，来爆米花，打电话，啊，你知道吧？打电话，兄弟们。 啊，下去，这个一个小皮不用去医院去了吗？我们赶紧搞好直播吧，就一个小皮，马上他们拿那个把这个擦下就行了。到最后，大杨哥还在想着要给兄弟们展示爆米花机啊，或许这就是兄弟俩能被这么多人喜欢的原因吧。哦，哎，哦，小杨哥带货丝袜，用头测试质量，笑不活的家人们。我看不清我呀，你看不清吗？看不清，我感觉很丑啊，还是什么？丑什么呢？丑什么？ 左一点都好帅啊！我你怎么帅？这么帅啊！好，那我起一下。我真的说你做点表情也更帅。哎，更帅了，更帅了！我是一点都看不见，你看不见吗？啊！哦，哎哦，快快快！哦，哎，真帅！长不大没看你这么帅过，真不如刚才那个帅，真不如刚才帅。他刚刚是真帅。那你越野试一下，我看看。就卖5万块，我可以破了卖。 随后就在带货小杨甄选 T 恤后，小杨哥必须要让大杨哥也来感受这变帅的感觉。59.9，真看啊！小杨甄选的 T 恤，新型材料，99加1年，有剪刀报告的啊，放心吧，99加1年。
为了展示 T 恤的材质，小杨哥竟用酱油来测试。有点黑了啊，但也不大，没事。冲一下，干净喽！新型材料，但有19加一。来，三公分十三针，看一下，三公分有十三针啊。啊，我这个要是大牌，我今天能卖几千块，但是今天小杨哥到99块钱，上台了。Later， 来，我们挂了，给大杨哥放下来。那个，你看你要听兄弟们，兄弟们要套小那个小表弟，叫白龙。由于大杨哥脑袋有伤，只能祸水东引，叫来小白龙。你帅不帅，老弟？是不是很帅？靠你！你爸跟成龙认识？是朋友。你爸跟成龙是朋友？你爸跟很多明星是朋友？你爸跟哪些明星是朋友？啊，周润发。我听到兄弟们，他爸跟周润发是朋友。梁朝伟，梁朝伟，啊，老妹儿，刘德华，华哥，跟华哥是朋友。还有谁啊？咱们怎么不能骗人呢？不能，我们不能，没有。刘嘉玲啊，张学友，都是真王巨星。周星驰认不认识？周星驰。我的妈！这是我的偶像哇！觉得我受不了了。成龙认不认识？成龙认识。我的妈！你爸跟成龙认识？是朋友。你爸跟陈立农是朋友，你爸了，你爸了。其实他在龙家。你看你下你爸了，其他的。应该有扯淡。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，我也扯淡。大家好。喂，我的妈，兄弟们，这个这是你爸。是啊是啊，这是我女儿。不像吗？真的假？应该有点扯淡。金哥，我们现在拍筹备电影吗？还这个？有啊，就我的梦想就是当个演员，金哥。可以，可是要看看你有没有实力。哎，我给你展现一下我的抖音实力。演员抖音有900个粉丝，能点到50000，我给你男二号。点10万了，男一号，女主角任你挑。兄弟们，就这走，给他害羞啊！天，我能成为演员的梦想就靠你们了，兄弟们啊！累掉，真不在乎电影叫什么，我就比较在乎那个女一号是谁。那帮我选一个吧。他们说什么？别乱走。大杨嫂，大杨哥玩爆米花机，差点上演名场面，吓得小杨哥光速下播。好的，好，我看，我做双单的好，你看，必须得是大，这是你现在比例。真不巧，真的不错。妈的！那还有什么东西啊？导演呢？来了！你求你！咱们求你，求你啊！领导。就在昨晚，直播间来了一位满眼都是大杨哥的品牌方，看得出来，小姐姐目光里都是大杨哥，就连在喝水休息时都不忘看向大杨哥。在带货洗衣液时，小杨哥为了节目效果，再一次坑哥整活。虽然是节目效果，但也把小姐姐看心疼了。随后。一个小问题更是把小姐姐的心思暴露无遗。男朋友有没得没得？没得男朋友啊？那谈过几次吗？老妹儿，这个男朋友的标准是什么？老妹儿？看缘分。缘分是怎么个缘分？那都说，比如说一下。一见钟情。也许这一见钟情，眼神是藏不住的。大家觉得呢？什么？哎，这品谁选的？开车。马上呀，马上呀！这谁做的？这是什么？东北烫。这品谁选的？咱们手这么抖啊！你这么好吃，你不早点卖？我的海鲜，让我下来！看好了，让我下来！太好吃了，兄弟们！哎呦，哎呀妈呀，兄弟们，太好吃了，兄弟们！那别跑，巨星演绎，咱必须的，你知道吗？好，男闺蜜还是女闺蜜？
这个保密，保密。小杨哥在带货老人健步鞋时，意外套出三只羊保安大叔的秘密，让人哭笑不得。对，很帅啊，勇哥。大叔穿的非常帅啊，非常好看。送给送给你了啊，啊，送给你。阿姨穿的多大的？给38。给阿姨拿个38的。能不能给我再来？啊，前些年跳舞的那个闺蜜。毛问题，给闺蜜来一双。男闺蜜还是女闺蜜？这要保密。红色要黑色？是的。哦，红色的。色的女的穿红的嘛，对吧？这要保密。男性别保密是吧？女的不都来红的了，对吧？啊，以后多闺蜜都可以多找几个闺蜜。别兄弟，她的闺蜜那姓名我们要保密的啊。啊，不能说出来的啊，保密了啊，保密的啊。我们保安大叔很不容易的。学弟，你别在吗？哎，我给你做套衣服。Later。要我怎么黑啊？我怎么黑？哎，我怎么黑啊？来，不要看像不像衣服啊？我像您，我像您。我跟你讲。你现在把你的上衣脱了，把里面光了，你好看了，可以吧，兄弟？我可以。假如你搞一个，你把上半身光了，那穿着肯定绝对好看。我穿着我光着，这不封号了吗？封号吗？我肯定封号啊！